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北京时间2月18日，掘金和奇才的比赛，奇才队的威少上脚 ，Jordan Wanner Zier 0.4 步行者和森林狼的比赛步行者的小萨博尼斯上脚 ，Nike Kobe 6 Pro Trail PE 和步行者的主色调，移至森林狼的爱德华兹上脚 ，Adidas Harden Ball 4。Powerberry Daniel Patrick 联名款开拓者和鹈鹕的比赛，开拓者的安东尼上脚 Air Jordan 35 PE 鞋舌上有他的个人 logo， 雷霆和灰熊的比赛，灰熊队的莫兰特上脚 Nike Kobe 9 Black Mamba Fade to Black 系列之一勇士和热火的比赛勇士球星库里上脚 UA Curry Flow 8 We Believe Pay 色很帅气，他的队友威金斯上脚匹克太极星大三角 PE 这个配色好像还没发售，他的队友乌布雷上角 Converse All Star BB EVO PE 迷彩的元素有点骚气。再回顾一下昨天的球鞋湖人队的哈雷尔上角 Reebok Kamikaze Arcito E-Sonics 超音速配色，鹈鹕球星英格拉姆上角 Adidas T-Mac Millennium 英哥很喜欢穿麦迪的球鞋，森林狼的唐斯上脚 Nike Hyper Dunk XPE 鞋面上的涂鸦元素很有个性，篮网队的杰夫格林上脚 Air Jordan 35 CNY 中国新年配色的 AJ 35开拓者的利拉德上脚 Adidas Dame T Buzz Lightyear 巴斯光年配色，他的队友科文顿上脚 Nike Kobe 6 Pro Trail BHM 黑金配色，还是很经典的雄鹿队的米德尔顿上脚Nike Kobe 5 Pro Trail PE 这个配色很雄鹿队，猛龙队的鲍威尔上脚 AND1 Attack 2.0 PE 后跟有他个人的 logo， 雷霆队的迪亚洛上脚 Nike Curry 1 BHM 欧文一代的黑人月配色，他的队友贝兹利上脚 New Balance 2 Way PE 鞋舌上的 logo 是他的名字。今天是乔丹58岁的生日，一双经典的球鞋阵楼 Air Jordan 1 Chicago 芝加哥经典的配色，这期的球鞋哪双更好看 And 他走了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